十几岁的女孩说喜欢你，那就是真的喜欢你。十几岁的女孩子说想嫁给你，那就是真的想嫁给你。这个时候的女孩子不图你的车，不图你的房，她什么都不图你的，只图你对她好而已。她拿她的整个青春跟你赌。男孩子们，别让那个女孩子赌输了，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感放弃一个一直陪伴你的人。